宜兰县警察局组成的大同南澳两地山地青年服务队员758名，今天上午在宜兰金六节营地举行永安演习，由县长李凤鸣担任总教阅官。全体山地男女青年在军乐队的引导之下，以整齐的步伐、饱满的精神通过司令台。阅兵和分列式之后，接着展开反空降作战、抢救灾害以及医护等演习，并且由女青年护身国术表演。每一位队员都演练得非常。